你们说，这杀小鬼子的大侠，他们会来吗？嗨，咋不会来？他们个个都是英雄，还怕小鬼子？老弟，我听人说，这次打擂是要他们命的大陷阱。嗨，陷阱咋的？哎，您老不也来了吗？到时候枪子乱飞，您不害怕呀？哎，老弟，那枪子儿可是要冲着大侠们打去的，吓不着老哥他。反正我就不信大侠们能做缩头乌龟。哎，你说这宋女侠，你不知道那个宋女侠长啥样吗？不知道。可是我听说长得像个女妖精。哎，别听鬼子胡扯，就因为宋女侠长得俊才惹了祸。是啊，我听说她和她死了的姐姐长得那叫一个水灵。就是嘛，不然你想，那个土肥猪咋会馋得流口水，最后害了人全家？天杀的，小鬼子没有一个不是天杀的。对，是天杀。别光等着天杀呀，咱们也得杀。对，是啊，应该杀。我要是有大侠们的本事，非痛痛快快多杀他们几个不可。对，对，说的对，多杀他几个。这些大侠不知道有什么本事，都有什么绝技？最厉害的是那个叫小官真的廖天生啊！我看实了，他可是大名鼎鼎的禁忌第一华诞，不知道迷死了多少人。什么小官？小官，你和我最爱听他的戏了。是吗？是啊，咋不是嘛？听说他杀鬼子的时候啊，就跟在台上唱戏一样，那小手一甩一甩的，小鬼子的命就没了。是吗？就真的有这么神吗？绣花真厉害呀！就是的，绣花真厉害啊！绣花真最厉害，对吧？绣花真厉害。是啊。太监请。
这些人里面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敢不敢出来。只要你们一现身，就算你们轻功再好，也休想逃出我两个狙击手的视线。那时候。 马上就要开始比武了，下面我再把比武的规则重新说一遍。皇军说了。 中国人胜一场，就放了一个中国军人；胜几场就放几个；输几场就杀几个。皇军还说了，不是一个一个的杀，也不能一个一个的放，要等到5场比赛结束，一起来算。 要放呢？哪里？就一起来放。要和获胜的中国人一起走。获胜的中国人一定要守规矩，谁要是不守规矩，就枪毙谁。都听清楚了吧？别啰嗦了，快开始吧！就是。最后一条规则。 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每一个人只准比一次，不管是输是赢，就只准比一次。好了，现在我宣布，比武正式开始，请日本武士上台。 现在该轮到中国人上场了，谁打这第一场呢？我打第一场，没事，放心，没事。
我们的大英雄廖天生。好，他就是绣花针。好样的，绣花针，好样的！看我怎么收拾这帮小鬼子。哟，小鬼子长得还挺俊。你就等死吧。哼，就怕等一百年你也等不到啊。怎么就知道呆子似的直瞪眼？你到底打不打？不打就滚下去，换个敢打的上来。嗯，哼，不必多礼，等打完了再跪也不迟啊。娘，鬼子功夫可以，就是脚好臭哦。呀！打得好，打得好！呀！哎！呀！哎！哎！想要老娘的命啊，没门想起来了，刚刚踩了狗屎，忘了擦了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踢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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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打，打他，打他，打死是好歹的东西。
我宣布，第一场，中国人胜。打得好，打得好。人胜了，人胜了。有请获胜者入座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够汉奸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这就是鬼子留下四位大侠的办法。我们有很多狙击手，连队长请不用害怕。笨蛋，哼，你指望的人早就见阎王了。第二场比武马上开始，中国人谁来应战？谁呀？谁呀？我兄弟，他是不是铁头侠？大侠，你可是鬼魂，他不肯说话，肯定是鬼魂。鬼魂是鬼子叫的，他是神差，他是神仙差来杀鬼子的。好。来人，请自报姓名。你神经病呀！不说话的就是神差铁柱。好，第二场比武开始。请。
我宣布，第二场，中国人胜。想要报仇的话，也不用这么急吧。等比武之后，我等着你。希望你也会好。只要你挡我的路，我就一定会杀了你。好，我等着你。都下去，继续比武。山木，你为什么不下命令打死他？连队长，请息怒。他们还有两个人没有露面，等他们全部上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哼！第三场比武开始。来的中国人，报上姓名。你不是中国人，你是哪个窝的？是啊，你是哪个窝的？李翔，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，吓死他们。宋无娇，不是，你是女侠宋无娇。对，叫女侠也好，鬼子听了尿裤子了。宋无娇。来吧，看看你的下水是不是铁打的。Thank you.
吵什么吵？第三场，中国人上。女性好，还有两场比赛，马上开始。不是告诉我的不让你来吗？我想来就来，谁也拦不了。我不是想拦着你，你看不出这阵势，他们是想把咱们搓堆给杀了。要不信的话，待会儿打完了，你看他放风走了。你现在就可以走。我。自报姓名。杜大鹏。杜大鹏，他就是铁头侠杜大鹏。铁头侠杜大鹏，铁头侠杜大鹏，铁头侠杜大鹏。好，请。杜大鹏，请。咱们是不是胜得太容易了？那是小鬼子无能。那也太无能了。来都来了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呀！小鬼子，快下去吧，你不是他对手，待会儿骨头都被他敲碎了。呀！铁头侠，别耍猴了，跟小鬼子不用客气。第四场，中国人胜。山木，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只有这样，才可以留住他们。咱们的杀手锏还在后面呢。高岛正一，嗨，找个武士把渡边武夫换下来。为什么？这可是最后一仗了，我们去。现在是最后一场比武，还有人敢上来吗？有。营长是想和他们在一起啊。
各位大侠，只要听到枪声一响，就请你们马上离开。我们走了，那几个中国军人怎么办？听他的没错，小鬼子拦不住咱们。他在试探鬼子的实力，有啥可试探的？打死他就行了。这就是他不同于咱们的地方。这是个善于用脑的人，如此善于思考的人，怎么也会往我口袋里钻？莫非他有闯出去的把握？不，不可能。把你们几个凑在一起，可真不容易呀。但你还是做到了。也许你阻止过他们，但是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这你应该料到的。所以我也站在这儿了。你以为你们几个还可以活着出去？那就试试看。你还想试？没准儿我就能拧下你的脑袋。我的机枪和狙击手可不会让你这么做。你真的以为还有机枪和狙击手吗？那是你们的弹药和武器库，我们的队伍需要弹药和武器。非常感谢你们把部队调到这儿来。
下一个就是你。你应该知道，就算我们全部战死，你们也休想逃出去。杀一个算一个，杀两个赚一个，老子怎么也赚他个十个八个的。别呀，十个八个的怎么能够呢？怎么也得几十个开外吧。我的绣花针跟机关枪似的，一出手就死一大片。他们的实力和勇气你是知道的，但是我要再提醒你一次，如果我再次举起手来，我保证第一个死的就是你，还有你的连队长。连队长，至于两挺机枪在这么近距离内的杀伤力，就不用我提醒了吧。想怎么样？马上撤走你的队伍，我保证不杀你。当然，如果你们不怕死，可以留下来，我们较量较量。撤退，立即撤退。连队长命令，撤退。连队长命令，撤退。王营长真是神了，难怪司令员都叫他木神风呢。太监。看来你们是真的不想走啊。要打就打，站着不动算什么？咱们走着瞧。奉陪到底。英雄虎胆，何罪之有啊？幸亏王先生，要不然这儿就真成了咱们几个的葬身之地了。可惜没把那几个人救下来。各位大侠放心，总有一天要让他们血债血还。王先生，这几位兄弟都是抗日英雄，我们把他们埋了吧，也算是给他们找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好。吴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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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侠，你是不是在找宋女侠？对，你看见她了吧？对，刚才看见她走了。什么时候？就在鬼子汽车开走的时候，那时候不是乱哄哄的吗？王先生，我得去找吴娇，他一定去找土肥原了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好，那这几个军人呢？这样吧，二位，有劳你们，将那几位中国军人安葬好。我跟廖先生去找宋姑娘。好。走。走。等等，
宋姑娘。五角，宋姑娘，你这么干是很危险的。王先生说的对，这样做总有一天会吃亏的。我用不着你管。宋姑娘，这报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这要从长计议。如果宋姑娘愿意的话，我王沐风愿意助姑娘一臂之力。多谢。吴娇，刘先生，给宋姑娘一点时间吧。起来！来，就凭你一双肉掌，就敢闯进皇军联队司令部？
你真的很有勇气。可惜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少跟他废话，赶快杀死这个臭娘们，杀了他！米央，你已经无所遁形了。就算你的棉纱掌再柔软，我就不信你能挡住我们的子弹。别呀，先别开枪！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，算什么能耐？什么人？什么什么人呢？你应该问是哪路天神才对，要不然老娘什么时候进了你的老窝你还不知道呢。高头，你去看看什么人。连队长，我们不能离开你左右，很显然他们就是冲着阁下您来的。还是这个日本娘们有脑子，谁敢动一动，我就要了谁的狗命！放屁！嘴真臭！掌嘴！闪开！柳叶飞刀！绣花针！你就是那个唱戏的！连队长，赶紧走！你呀，真是个急性子，慢慢打不好吗？心急会吃亏的。
往美人那边撤。你走吧，我用不着你管。说什么呢？听我的。胡椒，快走！狙击手，巷子里，他男人出去的时候不在家，这时候正好下手。哎，太君，太君，我可是帮您盯了好长时间了。回去打打你有啥？太君，就是前面那个院子。哦，太君，那可是个大大的花姑娘。哦，花姑娘，花姑娘的，花姑娘的有。花姑娘，太君，我们就不进去了，你们进去，好好的快活。一起快活不好吗？太君，不好，我们都是这儿的人，要是让人知道了就……啊，我的明白。啊，我进去，你们怎么可等？回来我大大的有赏。花姑娘，花姑娘，花姑娘，哦，花姑娘。找我吗？啊，是，是找你。那就把门关上吧，别让邻居听见了。快快快，把门关上，你们在门口等我。嘿嘿嘿嘿。花姑娘，花姑娘，花姑娘。谁先进来啊？
我花姑娘，你也进来吧。哦，好，好。不哭。大婶儿，没事了。等晚上你男人回来了，就跟他一块回乡下去吧。谢谢大侠救命之恩。那我先走了。不是咋的，别说让八路军游击队知道了，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，也没咱的好啊。还有那几个煞星，让他们知道了，找咱们算账，咱们这小命可就……嗨！怎么跑是个叫花子？杀人了！他妈的，你怎么进去的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咋了？到底咋了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你说谁杀？我杀的。让你们多活一会儿，让你们死得明白，给日本人当狗腿子，不会有好下场。杀！
案子，打死那鬼子。中中中中中！能把我扔的东西打偏，也算是有本事。哼！